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块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挑战《植物大战僵尸二》原版《海盗僵尸》，海盗港湾的第23天，10秒内击杀8个僵尸，别让僵尸踩坏花坛。哇塞，又是这极难的这关啊！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这每次花坛都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怎么能存够8个僵尸啊？5秒钟，太难了啊！好啊，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向日葵啊，开始挑战吧。咱们需要使用这个土豆，不是土豆类，这个坚果墙啊，把僵尸呢给它拦截到一起去啊。先来放置向日葵。好，僵尸要出现了啊！第一只僵尸出现的声音。普通僵尸，我们在这儿吧。咱们先不要放攻击型武器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就无法完成在10秒钟攻击8个僵尸这个挑战了。第二个僵尸出现啊，我们还是要在这儿存这个坚果墙啊，否则呢还是无法把它拦住。咱还得数着点数啊，现在是2只，哎，接下来上面是3只。坚果墙还没有装载完毕啊，好，装载完了，坚果墙3只。蔡问。4只，这是一个绿色僵尸啊。我们还来摆放一些菜问啊，为一会儿做准备。哇塞，这儿出现了一只海鸥僵尸，这有点坑爹了啊。我们在这儿放一个坚果墙吧。1、2、3、4、5，现在是5只僵尸。这儿来放一个菜问。现在是5只、6只、7只。还有一个海鸥啊，正在捉咱们的东西。哇塞，把那土豆雷给撅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应该是够了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使用岩浆番石榴。蔡问开始攻击他们啊。呀，咱们的这个花坛被踩了。哇塞，没有打死僵尸，被花坛给踩了。好，咱们再试一次啊。10秒内攻击8个僵尸。哦，看错了啊，这还好。好，我们来放置岩浆番石榴。哟，怎么又被踩花坛给踩了 ？Oh my god！ 一点顾不上就不行啊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挑战到这里了，下一期我们继续挑战吧。它越到后面应该是越难啊，我们下期见，同学们，拜拜。